哎呀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大白天，这个八爪鱼就趴在这里边儿。哎，它在等我呢。哎呦，喷上墨了，喷墨汁了。你跑啊，老婆跑了？它跑不了了，不舍得跑吗？你还？哎，水浅了，跑不了了。不小哈，今天刚下来就收获一只八爪鱼，不是罐儿里的哈，直接在下边捡的，找着一个哈，来，好玩弄吧？哎，出来了！我去，这细着。哇，细着好难受啊！哇，啊，大哥，你不要咬我的胖手，我的手不是猪蹄儿。啊，不行，再帮我薅一下，它咬我呀！快帮我薅下来！快，帮我薅一下！我去。哎呀，你给他摔迷糊了！哎呀，你别跑了！呀，肯定不小呀，咱用棍抓的能小了吗？墨汁都给他摔出来了啊！哎，对不住了，我还是这么攥着你吧，这么攥着他咬不着我啊！今天又弄了两只，哎呀，好事成双呀！天天两只也行，天天两只也可以，不嫌少哈，别没有就行。啊，肥不肥？啊，特肥。